吃饭的时候啦。吃什么好呢？吃不肥？吃不肥？不是不是，我是说 Stamford Catering 的 buffet， 他们看起来好丰盛哦。我跟你说哦，这个 menu 很多好料嘞，我一定要 recommend 你吃人参清炖霸王鲜鸡，因为哦，这是很滋补的一道菜肴，人参可以补气，然后那个鸡肉很细嫩，我的阿公很喜欢。港式的火爆牛肉，再加上豪皇锅的香港奶白，搭配意面和炒饭一起吃，再好不过了。喜炸的浓郁芳香，牛肉肥瘦均匀，不会太硬。嗯，我喜欢。还有大家都爱的南洋咸蛋奶黄虾，金黄色的虾球，味道奶香浓郁，大家吃了笑哈哈。Stamford Catering 的年菜还加入了一些泰国的风味，例如泰皇酸辣芝士多里鱼，还有香兰叶虾饼，酸酸辣辣的，吃的，好开胃哦。最后还有芦荟、雪耳、果冻、海蝶甜品，让你尝在嘴里，甜在心里。别忘了要捞他们的贵妃鲍，风生水起鱼生哦，捞了轻轻一整年。大吉大利，大吉大利，甜甜蜜蜜，甜甜蜜蜜，遍地黄金，遍地黄金。举起你们手中的筷子，大家一起捞个风生水起，哇！也不用洗，多亏了 Stamford Catering， 他帮我们 take care 了全部的东西，让我和我的乡亲父老们可以讲妥了。走啦，去吃饭咯。我忘记跟你讲哦， Plus Member 哦，如果你花至少600块，你可以获得888积分，首先